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课会第27面，经文第3行：末世诸恶人，不信多乎矣。愚痴不别道，罪深更待命。我们看这首偈啊，这下面的一段呢，一共有3首偈啊，是啊，丙午疑罪复苦。疑是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还有一个恶见啊，恶见是错误的见解，这是6个根本烦恼里头的一个。这个障碍呀，必须要把它拔除啊，否则的话，在菩提道上啊，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麻烦啊。这个《无量寿经》上佛说，疑为菩萨最大的障碍啊。那在我们自己修学经历当中，我们有许多同参道友，初学的时候发心都非常好啊，用功办道，中途啊听了一些闲言闲语，或者是对老师怀疑，或者是对所学的法怀疑了，啊，或者是对自己修学环境啊又怀疑了，中途退心，或者是转修其他的法门，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啊，一直到一生都不能成就，什么原因呢？疑惑。这个要智慧，要福分呐！啊，佛家讲的善根福德，事出世间法的修学，要想成就呢，实在讲，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信心啊。所以佛法里都常讲，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头一个跟你讲信啊，信是修道正道的根源，信心能生无量无边功德，就功德的母亲能生功德了。那么你就晓得，疑跟信恰恰相反，那么疑破坏你的功德啊，破坏你的修行，你怎么会有成就呢？可是信心的建立，一般讲呢有2个条件，一个条件呢是自己确实有善根福德，对于自己选的法门信得过，决定不怀疑；对于指导的老师信得过，
对于同参道友信得过啊，尤其我在这些年来专修专弘无量寿经啊，遭遇到很大的障碍啊。当年我的老师把这一部经传给我的时候，我看到非常欢喜啊，在那个时候我正在台北讲经啊，遇到以后我们护法的这个韩英馆长啊，韩英馆长50岁生日那一年啊，我就劝他印无量寿经祝寿啊，他就印了3000本。我说你印，我来开讲这部经啊。那我们就到台中向李老师请教，李老师说现在不行，因缘没成熟啊。他说你讲这部经必定会招来许多的障碍，你还没有能力招架了。我说那怎么办呢，经本都印了啊，他那改讲别的吧。于是这个3000部经本呢，我们就借缘了，改讲楞严经啊。那么这么一个因缘，所以以后呢这个本子我一直保留住啊。明天啊，你们有缘分的时候呢，我把李老师的原本给你们大家看看啊，现在还在我这里。那么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我在这个书架子里面翻书啊，就翻到这本书，哎，我想老师往生了。老师的著作很多，但是这一份资料呢，没人看见过，不但一般人没有见过，李老师的学生也没见过啊。这本子在我手上，我应当把它印出来，把李老师的注解这个本子印出来，纪念老师往生啊。这个第一次印呢，就印了10000本。印出来之后啊，在国外流通，每一个人看到都欢喜。于是邀请我讲这部经，所以我第一次讲的时候是在美国讲的啊，在加拿大讲过一次，在美国讲过几遍啊。那么讯息传到台湾了，台湾同学也想听这部经，所以这部经呢就这样子讲开来了啊，深受海内外同修的爱好啊。到新加坡来我也讲这部经啊，那时候李慕云是这个，他还不是居士林的，是这个新加坡佛教青年红化团啊团长啊，请我在那边呢讲这部经。他还特地向广洽老和尚请教啊，问讲这个经好不好，
广洽老法师非常欢喜赞叹。我说这个太难得了啊！所以在新加坡一个月讲圆满60个小时啊，一天呢2个小时，我在新加坡住一个月，把这部经完成。讲完之后啊，李牧原就是很难得很发心啊，就把它做成啊，那个时候很难得有一个居士送了一台摄影机，他就录像了、所以无量寿经就有了录像带了有录音带有录像带好像这一边有一些同修大家发心做了1000套VCD 李居士把这个流通到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同修们第一次看到我这个无量寿经光碟，是新加坡佛教这个青年弘法团讲的那么在中国大陆也是引起许许多多同修欢喜，传了这么多年了最近2年呢有一些还是出家的同修提出反驳提倡学无量寿经一定要用原译本，极力反对汇集本那么这今年造成很大的压力我们在海外也受到了影响了很多同修来给我说这怎么办我就说了，全世界人反对，我还是有信心我绝对不改变什么原因呢？我相信我的老师如果我听了这些话也怀疑了也要把这个本子放下改学别的本子了，那我的麻烦就来了。这些人呢又有一个忌口，净空法师忘恩负义背师叛道，我的罪名更重了，怎么说都是他们有理所以你们可以不学，我是一定要学，你们可以不讲这个本子，我一定要讲我受老师的嘱托当年讲这个本子难那个时候真的这世界上只有2个人讲，黄念祖老居士在中国讲过一遍我在海外讲了10遍这一次在新加坡细说是第11遍所以这种障碍李老师早就清楚了，早就跟我说明了，我们要想成就决定不怀疑这才能成就如果一有丝毫的疑虑，我们这一生修行都回去了那些无论怎样诽谤的人不可相信这一部经呢不但是许多有缘的人遇到的利益天龙八部许多鬼神都得利益了这些造谣生事的，我们说个客气话，不服之人
他没有福报嘛，不福嘛。弘扬这个本子，拥护这个本子，得无量无边的福报。啊，这实实在在的。黄念祖老居士说得好啊，啊，这个话也不是他一个人说的，当时慧明老和尚，啊，已经往生的慈州老法师，夏老居士，同一个时代的一些善知识，都赞叹这个本子，都肯定。无量寿经最后消失，整个佛法灭掉了，无量寿经还注释一百年。大家想什么本子呢？决定是这个汇集本。我相信啊，我听到这个话点头相信啊，这本子汇集的太好，言简意赅呀，字字句句都是原因，这个五种原疑的原文啊，汇集的太好了，汇集的太难得了啊！末法时期，众生修净土而得度。除这个本子之外，还有什么本子？啊，我们要有智慧，要把它认识清楚，决定不会被外人这个闲言闲语而产生了怀疑。啊，那是自己没福报。我们看这段经文，末世诸恶人，末法时期就是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啊，造作忤逆十恶的人，不相信佛陀的教诲，不相信圣贤的教诲，当然没有办法入佛门，这情有可原啊。出家人要不相信因果，要不相信正法，做一些欺世骗人破坏佛法灭佛法的，那这个罪业就重了啊。啊，这个是现代世界可以说是极恶之人。为什么呢？把这个一般善根稍微差一点的人得度的机缘呢，全部给断掉了。啊，要知道，造谣毁谤就是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的罪业，阿鼻地狱。汇集本上字字句句都是揭露原译本的经文，原译本释迦牟尼佛讲的，汇集本里头字字句句还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你不这叫谤佛吗？
如果说佛的经文不可以汇集，那我们要问祖师大德给我们编的赵默克颂啊，赵默克颂最老的禅门日颂，大家看过的啊，禅门日颂是不是汇集的呢？啊，里面许多经咒偈颂都是许多经里面汇集起来的啊，这汇集本呐、啊，你们为什么早晚要念呢？啊，我们现在一般道场早晚的扩诵也是汇集本，不是从一部经论来的、啊。现在佛门里面，寺院、法师们啊，做了一些超度佛事，问一问哪一个本子不是汇集本呢？梁皇宝忏汇集本，水陆忏仪汇集本，慈悲三昧水忏也是汇集本。通通都是汇集本呐、啊！那如果要汇集本不能用了，寺庙出家人就清闲了，没事做了。那好事，那清闲了，没事干了。啊，什么样的法会都不要做了，什么样经忏佛事都不要做了。为什么？你所用的仪规全是汇集本。那些可以汇集，为什么无量寿经不能汇集呢？实在讲不通啊！啊，所以我们面对这些人，面对这些说辞，不可以怀疑，我们要有信心。啊，如果不信多怀疑，那就跟这个经上阿难尊者所讲的一样了，愚痴不别道，罪深更待明了。啊，你上了人家的当了。我们还是以这个经典，这个部经的教义来解释。在家不相信五戒，怀疑因果感应之理，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不仅是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就连学佛也随烦恼习气，这怎么能成就呢？决定是错误的 啊自己心里面希求富贵长寿，岂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呐、啊？他不晓得这个真正的道理呀、啊，用错了心呐、啊！啊，出家的同修不相信委托天尊护法的神力，对于佛的教诲怀疑，于是出家人
不务正业。出家人的正业，弘法利生的，弘护正法了。这个要知道啊，出家就是要从事佛陀教育工作。寺院是学校啊，我讲的很多啊。古时候用寺这个名称，现在呢，现在就用学校。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寺这个意思的来源。为什么要称为寺？佛教是汉朝传到中国来的，汉朝那个时候国家的制度，皇帝下面有很多办事的机关呐，那些办事的机关就称之为寺。为什么称为寺呢？寺有祭祀的意思，一代一代呀，继续下去。它是个永久设立的机构，不会改变，也不会被撤销。用这个字啊，永久设立的机构啊，你像只有皇帝下面才用寺啊，宰相下面呢？用部，古时候有六个部，宰相殿六个部啊。这个部啊，可以改变的，可以撤销的。寺不可以，寺不能撤销，不能改变。寺的长官、领导人称为钦呢。我们中国一般人都知道啊，古代的时候有三公九卿，那三公地位高了，那是现在的话来说，皇帝的顾问。皇帝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了，向他们请教，这是最高的顾问，现在讲的国策顾问。九卿呢，是帮助皇帝处理政务。是替他办事的。佛教传到中国，帝王尊重啊，都把佛教出家人看成老师啊。所以这个机构不可以放在宰相下面的，跟皇帝下面办事的机关平等，也称事。这个寺办什么寺呢？办教学的事业，佛教是教学。在那个时候，地藏大师翻经，这个经典都是梵文的，怎么样把它翻成中文？寺院里头啊，就是国家主持的殡仪馆呐。所以寺，他的这个职责，翻译经典，讲解经典，教导大家修行。他办这个事情的。中国佛教到唐朝中叶，起了一个，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叫佛教革命啊！带头的这两位大德，马祖禅师、百丈禅师，他们两个人领导的，
马足见重林呐、啊，百丈立清规呀、啊！啊，怎么说叫革命呢？是把佛教中国化了。啊，本来我们继承是多半还是用印度那些方法了，把它变成中国化了。啊，最大的这个改革就是戒律。啊，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讲的戒律啊，那是3000年前印度人的生活规范呢、啊。啊，如何能适合中国人用呢？百丈大师依照戒律的精神，重新写戒条，就变成中国的法，这个出家人所依靠的了。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精神不变。要适合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地区，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啊，所以佛教正式啊中国化了，啊，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了，跟中国文化了就变成一家了，啊，这是个好事情啊。方东梅先生对于这桩事情非常非常赞叹，啊，这才真正符合佛陀教化众生的精神。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说什么法，就说佛没有定法可说。啊，丛林就是正规的佛教大学。啊，从前等于说是办私塾啊，啊，小规模的办学，那个寺庙丛林、寺院庵堂，是小型的，佛教教学的机构，到唐朝这样一改，是大规模了，正式成为大学了。学校里面工作分配呀，跟现在教育一样。啊，丛林有一位主席，啊，主席呢也叫方丈，啊，方丈是什么意思呢？他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不跟大众住在一起。丛林的执事才自己才有一个房间，轻重啊，住通铺啊。那个修六合敬呢，执事因为他要护法，执事都是护法的，他要替大家服务，照顾大家，啊，为了方便起见，常常有事情来找他了，所以他自己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多大呢？一丈啊，这个横竖一丈啊，可见的那个房间很小啊。啊，一丈的一个小房间，我们只知道顶多放一个床铺，放一个小桌子，他办事的，是叫方丈。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寺庙了，看到那个方丈室啊，不止一丈啊，他那个大概可能是公尺，那是公尺的一丈，是不是？那不是我们中国从前那种尺，那公尺一丈就比我们从前方丈哦要大很多那倍了。啊，就像是学校校长啊，啊，他主持这个教育。所以他是清教师啊，一个丛林里面称和尚只有他一个人，别人不能称和尚啊，丛林主席称和尚啊。下面呢他分成三个单位啊，教务、训导、总务，跟现在学校一样吗？
啊，但是它名称呢，不是这个名称，它叫首座。首座啊，就是教务，啊，管教务的，啊，为诺管训导的，建院管总务的，名称不一样啊，职权完全相同。你说现在中国外国学校里面都是分这三个单位吗？我们在中国在唐朝时候丛林里面就是分这个三个大单位，啊，每一个单位底下再分小的单位，啊，所以丛林里面我们讲108单呐，那是执事啊，执事是护法的，啊，是替这个道场修行人服务的，让在这个地方修学的人不要管拉杂事情，啊，所以红户是一体啊。今天有修行人，如果没有护法的，佛法就消灭了。啊，每一个修行人都要去问这些日常生活这些事物，他的心怎么能清净？啊，所以寺院丛林的执事，他们是修行人的恩人呐。啊，古德常讲啊，丛林这些执事啊，都是菩萨了，他来照顾你的，舍己为人。啊，没有这些人的照顾，就不可能有一个人成就。啊，在家居士修行成就，也要家里的好福啊。啊，父子兄弟肯护持你啊，啊，不让你操心家务事啊，你好好在家里念佛、学习、学教，那也才能成就啊。啊，家里的事物你要是去管的话，插手的话，你就没办法，你就不能成就。啊，没有护法怎么行呢？啊，我过去常说，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以后我看《涅盘经》，佛也是这个说法，那我没说错啊。啊，佛在经上啊，给我做了证明了。啊，我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没有念这个，没有看过这个经文。啊，这以后看到经文，信心就更足了。啊，所以一定要有信心。啊，我们既然出家了，出家之后啊，自己要多想一想，我在出家人这两种人里面，我选择哪一种？啊，有能力出来讲经说法的，学经教，学讲经。啊，如果这一方面能力差一点的，我们就学护法。啊，寺院里面住持是护法，当家是护法，啊，维诺是护法。只有首座是弘法，其他都是护法了。啊，我这一生呢，走的路子是走的弘法，走得很辛苦啊。如果没有韩英馆长30年的护持，他们全家护持啊。啊，他的先生，他的儿女，个个护持啊，不容易啊，不是短时间啊，30年如一日，我们才有成就。
如果没有人护持，换一句话说了，你学会的讲经没有机会让你讲，你就毫无成就可言了，顶多自己念佛求往生，没有法子利益众生啊，没有方法广大圣教啊。韩馆长往生之后，李牧原居士借着护持，才有新加坡的成绩啊。这些年来在新加坡讲经不中断啊，更难得的啊，这也是韩馆长多年的心愿，想培养年轻的弘法人才，他自己在一生当中因缘不成熟，没办成，李牧原居士借着把这个事情办成了啊。弘法人才培训班我们是在试办的啊，短期的小型的啊，在试办，希望在试办期间当中吸取经验教训啊，不断的改进啊。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希望办一所佛教大学为整个佛教各种各派培养弘护的人才，不但我们是培养讲经说法的，今天我们在澳洲办一个净宗学院，也在这个地方吸取经验教训。这个学院绝不是专弘净宗，除净宗之外，我们也弘禅宗、华严、法华、法相、唯识、散论、律宗、密宗、小乘，我们有阿含宗、我们现在称为学系、我一共拟定了十个学系、最后一个学系呢就是行政管理学系，这就是培养护法的人才啊，培养执事，将来我们这个经验有了，人才多了，我们把学系扩充为学院，就是一个现成的大学了啊。我们想这个大学应该是佛教的佛教教育师范大学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所就够了啊，为全世界的佛教来培训人才啊。我们修学期限呢定了9年那就不是像现在培训班的6个月了，6个月不能成就啊。所以学校采取现代化的设施管理，但是我们还遵循古时候丛林教学的精神，皆行并重啊，每一天研教8个小时，修行8个小时啊。现在我们是净宗，所以我们学校有念佛堂啊，每一天8个小时念佛了，8个小时研究经论了。
这种精神是丛林的精神，这个给一般现代学校完全不一样。我们要求的是共修，一众靠众。那么现在一般大学只有上课在一起，做研究的工作都是个人个人的，修行那他们完全没有，他们不讲究这个，所以我们要遵循呢丛林传统的精神，一天要16个小时啊。要不是这样的熏修，我们怎么能成就呢？所以这一次因为反对慧济本的人多，反对净空法师的人多，听说在中国统战部还下了文件，这个问题严重了，所以我好好的想一想，正在这个时候，澳洲政府给我永久居留签证，那边的打击，这边欢喜，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我们到澳洲去。难得澳洲政府批准我们的金钟学院，好好的到那边去办学。所以我想中国这些法师这样的态度对我是佛菩萨在主导的，因为不是这个态度啊，我不可能到澳洲去，也不可能想办什么佛学院大学，没这个念头，逆增上缘啊。所以我对他们非常感激，对于中国统战部的文件尤其感激，是他促成我下定这个决心选择这个道路，不是他这样做法的时候，我没有这个念头，没这个意愿，促成佛门的一桩大好事啊！所以将来我们真的能够把佛教大学办成了，统战部这个文件无量无边功德。我们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读这段文，要有无比坚定信心。我们懂得邪正呐，我们明了善恶，知道是非。认识厉害呀，他们不懂，我们懂啊。这个不信的人可以说是处是法了，都不可能有成就啊。狐疑，狐是比喻，动物里面呢，狐狸疑心最重。所以凡是提到疑惑啊，都用狐疑。愚痴不别道，愚没有智慧，痴是不觉悟啊。别是分别鉴别，他不懂，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真妄，
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利害，这种人叫愚痴之人。他们的造作麻烦大了，这最后一句说果报啊，完全随顺自己的烦恼啊，以种种技巧欺诈的手段来造作恶业。他们所求的给他所得的恰恰相反，最甚更待民，待民是更加一等呢，罪上加罪，民是黑暗。换一句话说，他的前途更加黑暗了。我们学佛的同修都知道啊，果报肯定是在阿鼻地狱。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毕生毁正觉，死如大铁尘。设身处其中，头上戴铁轮。壁是障碍，遮蔽、隐蔽，甚是圣人的教诲。我们今天讲的正法了，它障碍正法。让正法不能够流行，不能流通，障碍一般人学习正法，这叫毕生啊。毁正觉，正觉是对人讲的，毕生是对法讲的。障碍佛法人许许多多人那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成就，总在于语言不同。对，善导大师这一句讲得太好了，如果我们遇的语言殊胜，我们这生成就了，遇不到好的语言，遇不到好的机会，这一生再大的善根福德都没有办法成就，没有机缘啊。毁正觉就是把众生的这个善缘毁掉了，成就正觉的善缘把它断掉了，造谣生事。我们也曾经听说有一些人听到这些毁谤这些言论不学无量寿经了不学慧济文了对于这个法门产生怀疑了，毁正觉这个果报，就是前面讲的妄语两舌倭寇其语，完全造的口业他死了以后果报在地狱死如大铁尘那个大铁尘是地狱设身处其中，当然你堕地狱不是这个肉身堕地狱吧？
我们中国人讲啊，灵魂堕地狱啊，实在讲，魂绝不灵。如果灵，谁肯到地狱去啊？魂是什么？是什么样子呢？迷魂是真的，不灵啊！啊，我们一般人家灵魂那是恭维他了，称赞他了，其实他是迷魂。说在讲孔老夫子讲的好啊，孔老夫子在《易经》里头讲的，他也是给我们讲啊，可以说是讲这个现前啊，动物、植物啊，这一些自然现象怎么来的？他说了两句：游魂为变，精气为无。这两句话讲的跟佛法了很相应啊。我们一些动物。这动物是怎么来的呢？游魂变的啊！最近我们看到一本澳洲土著啊，他们也是这个说法。他说：“所有一切生物都是灵啊，就跟孔老夫子讲，游魂，那个魂呢、啊，它也不灵啊。孔老夫子不说它迷，说它游，就是讲它的现象。”这个魂在这个空间呢、啊、活动力很大啊，速度也很大啊。佛给我们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居我们这里十万亿佛国度啊，那个游魂一念之间就到了，一刹那就到了，你看那个速度多大啊！所以形容啊，它不是静止的，它是动的啊，称它为游魂，游魂为变呐、啊，精气为物啊，啊，物是植物、矿物啊，怎么形成的？精气变现出来的啊。我们时间到了。这个下一天中我们接着再补充这个意思。